红色球衣的是广东宝马狮队，秦志戬现在发球，1-0，男子单打冠军得主。看正反，自如，就我都知道你发什么球，但还是要擦网过来拉。现在是王励勤发球，王励勤比分4-2。他的技术特点呢，目前是被王励勤给抑制住。是啊，刚才这是主动得分，秦志戬一个非常出色的反手进攻，6分的领先。完了再压这个秦志戬的左边，再推变他的正手，王励勤的对手。看，再咬住，机会。直线这是落点相当之好的反手，好球，第二板，第三板，哎，两面的右边的拉，左边的挡啊，已经是做得非常出色，容易出台，还有机会，这时候打关键球啊，大比赛不够兴奋，心理素质不够硬，但是对呀，因为他是经过了多年的磨练，他就容易受到这个影响，特别这个水平发挥。但有这么一说哈，存在于他的身上，也是另外的人的一种，大家的这个作为观众心理素质都已经非常非常优秀，只不过可能往最高层面来讲，大家王励勤，他现在这个奥运会的男子单打还没有拿，所有球员都是这个赛季加盟，分别加盟浙江宁波海天。现在是5-2，秦志戬发球，要改发球，是，因为他感觉前面。7-6，王励勤现在这一局里面第一次反超，现在他又有机会，有力打一样，对，要马上调整，没有发力的那些球还是应该该拿下了，对，斗小球，啊，年龄是比较大，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呢，铁树难开花，我也要坚持下去。是，铁树难开花，但也有开花的时候。可能对，这情况底下要取得一席之位的话，不太容易。好，也是经过了千锤百炼，对，千锤百炼都不够了，可能千锤万炼的过来，这给他增加了不少的自信心，想让比分拉大。是。很可能就变成对平手了。6-4，落后一分，有些上旋。秦志戬压王励勤的反手，但是他的反手很有力量。现在攻防已经预备。啊，这整个的这个手弄起来的时候，范围超过这个一般的，是低了。对。好，现在比分7-6。对。所以比较成功。是2005年鲁能杯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比赛里面已经赢了浙江鸿翔队。对，今天哎呀，感觉到还是打到这个比赛，打的情况也很熟悉啊。那么陈志戬主一名，另外一个呢就是说，你前三板的话要靠主要靠前三板得。发现去了右边。太凶，而且这个陈志戬这个落点的确也是很刁钻，优势没了，因为今天这个小朋友很多，这个特别是整个的这个局面一打得开之后啊，对，哎，好，这个停赛的时候有一度要好，但是他一打出机会来的时候，您的表情他绝对不会放松，是，会被对方拍死，是。要低，太高了。这两个球很关键。对，好，吃了下网。好球，进攻是最好的防守。
好，我们现在看广东宝马世队的秦志俭，这位老将，最后一局，双方必须要斗个死活了。对呀、啊，放一万步，就算不赢，嗯、也要消耗他。你看，开门红。对。好，观众朋友，我们再看，是着红色、红蓝色相间球衣的，这是正局啊。可以看出王立新加强了进攻，嗯，纯体点的中间。当然了，再听不听？而且这个会有影响吗？有一点影响，但是现在这个比现在结果没有这个情况。对，互相不要偷听。对，好的，我们看到广东队的第二单打，张超已经在场，决胜局3-3，王立新发球。好，做好戏。下旋，好，现在看秦志俭发球。球板上是有一道划痕呢、啊。是啊，对方一有准备你就完了。不，对，好，现在看王立新发球。王立新反手，哦，秦志俭领先，看他发球，机会，9-8，下旋，拉。质量很高，对啦，这今天果断，嗯，啊，球高了，机会好，好球。